完了我们就再走。请帮，现在还不能计时，因为我要开 PowerPoint， 帮我开 PowerPoint， 开那个信，另外一个页页。拜托三分钟好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还没开始啊，好 ，PowerPoint 还没出来，我也不能讲。哎、欸，你把上面遮掉了。好，依照1995年公告的那个主要计划啊，已经说我们这个广慈国外园区啊是一个敏感地带，有地震。这个有断层，请市府要注意我们的安全。下一张，我们来看这个福德街84巷大道路，它的路宽15公尺，林口街80巷是8公尺，绿带宽度这次都发局给出来了。那么福德街大道路都是给15公尺，林口街给20公尺，好像给的比较多哈、哦，不要高兴哦。路宽加上绿带啊、哦，加起来以后你加加看，林口街80巷只有28公尺，而且它位在基地的北侧，日照权的问题，其他都没有，只有林口街80巷是有日照权的问题。那日照权这个问题哦，就好像我们从1995年，不是1997年吧，就一直喊，一直喊，可是。都发局不在乎，我们说好痒好痒，都发局都没有烧到我们的痒处了。你看，我们离基地最近28公尺，可是我们有日照权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在北侧。那你有烧到痒处吗？下一张，你看这个图，A1、A2 这两个树丛啊，都发局已经决定要保留下来。可是中间这个 A0 哈、哦，我自己取的名字啦，它叫 A0。它并没有被保留，它没有被保留，所以呢，现在我有一个建议的做法，因为你如果不保留它，会怎么样呢？你不保留它，然后你说我会留给你20公尺，然后其他地方40公尺，所以平均30公尺，很好笑哎。我家如果住在这个位置，如果面对20就是20，面对40就是40，哪来的平均？你左手放在80度的水，右手放在0度的水，两个相加平均40，说哦好舒服哦，左手右手平均40度，什么样的平均啊？哎呀，数学学到哪里去了？下一张。所以我建议做法，请都发局你一定要参考。第一个 A1 树群哦，你本来就要保留，但是有5棵你没有保留。那5棵其中呢，有3棵它的树径已经到40到80公分了，非常粗壮，希望你们一起保留，不要只保留其中的一部分，只有保留栾树，全部要保留。我们还去量它的树干的宽度，你看我们多认真啊。第二点，下一张，那 A1 树群跟 A2 树群这个中间的 A0 哦，都发局并没有要保留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再半分钟。那这个。A0 这个地方哈，它有16棵树，16棵树里面，你已经讲两次了，3分钟了。16棵树里面有5棵是台湾栾树，有1棵是小叶兰，有1棵是樟树，为什么可以发两次？高到3层楼，为什么？那所以建议 A0 可以连同 A1、A2 一起保留下来。下一张，我再3秒就好了，请下一张，请下一张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打开就好，谢谢，好，这样大家看到就可以。他讲2次话了，那我要讲了。我这边李平怎么办？我叫联署哎。好，我叫联署哎。好，了解，请坐。了解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，不好意思。请坐，请坐。他讲两次，不要讲话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连其他我这边我请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统一这么处理。来，请坐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他刚才骂我用脏话。请你处理一下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大家发言要互相尊重，不然这个会开不下去。大家来这里都是听大家意见，听我们这个市府代表的一些回答。好，请大家入座好不好？请大家入座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我来回应一下哈。来来，抱歉。主席，请暂停。请坐。主席，请暂停。请坐好不好？他骂我，你为什么不处理？我会后处理，你请坐。我的会还是要继续主持下去，请你不要来，请坐下。这位女士，不好意思，请坐好不好？不好意思。大家互相尊重，拜托，对不起。好，这样子哈，刚刚有3个问题了，我们再做个处理。那因为教育局今天没有来，刚好提到教育资源的问题。那我请我们那个设计科的那个规划科的邵科长，针对他所知道的附近公共设施跟教育当时在。这个对我会讨论或者是一些过程，请他做个说明啊。
然后再来是刚刚提到商业的这个评效的问题，是不是如果财政局有没有要补充一点的话，可以让我们，因为刚才提到那个商业政府持有商业的东西，如果有的话请应该好，没有关系。然后再来是那个有关那个说4800户1500户在这里哈，这是有误解，等一下我们因为住宅企划科的同仁有在，我请他先做个说明，这点我请那个我们那个住宅企划科等一下，那我先请邵会长先说，您稍微准备一下。